好，中报一响，黄金万两。那么伴随着我们万水千山总是情，啊，美女主播笑不停，嗯，还行啊，方翠之间潜才能。啊，最后一个对子呢，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就结束了。再次感谢所有参与啊这个对子的朋友。那么刚才被我们静观小哥幸运 pick 到的朋友啊，记得加笑的微信，把您的地址告诉笑笑，笑给您定制专属的奖牌啊，以及笑笑的精美礼品。哎，对方摆炮，这是桥头堡打死局啊，下一步对方将拱兵啊，不是鸳鸯炮打死局，还桥头堡打死局啊，桥头堡打死局，鸳鸯炮是进居的走法。下一步对方将送兵，我方拱兵，对方摆炮打死局，因此这期怎么解呢？摆一手车就解掉了。谢谢我们家春山大哥又一架飞机支持啊！我们伴随着今天活动的结束，来一波热情的弹幕啊！再次感谢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，感谢大家复播两个月了，嗯，继续加油。
you.